Thank you.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体育客户端为大家带来2021年中国乒乓球队 WTT 和世乒赛的直通赛，也是今年的奥运模拟赛。那么这一场呢，是刘诗雯来对小将徐艺，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二局，第一局刘诗雯已经是获胜。徐艺是一位2005年的小将啊，如果大家去年收看过我们在海南陵水举办的奥运模拟赛，可能对他还有印象啊。当时一号台也是转播了一场徐艺的比赛，当时应该是在团体赛当中，他替补武阳出战。2005年的小将来自山东鲁能啊，他是在2019年征进国家 PK 赛当中，获得了女子组单打的第一名，选调进了国家二队。那么在2019年的9月亚青赛当中，和队友一起合作拿到了 U15 的女团冠军。这一次的模拟赛啊，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将，包括 U18 的、U15的队员都获得了参赛的机会。这两天另外一位2005年的这个男队的小将林诗栋啊，已经是一战成名，昨天赢了许昕，今天刚刚又赢了延安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女线这边我们的年轻的小花们有一些精彩的发挥。这场比赛李隼主教练也是坐到场边啊，我想一是来观战刘诗雯的状态，第二呢，也可以看看徐艺这位2005年的小将啊，有没有一些惊艳的发挥。也是非常的敢打啊，出手很果断。徐艺现在追到了8-7。刘诗雯今天也穿了中国队这个时期的新的粉色队服，好球！我们看徐艺个子还是挺高的啊，感觉应该是1.65米以上，所以护台的能力也比较的强，感觉也很贴近这个山东队的选材啊。山东女队向来都是身这个个子比较高，然后身材条件比较的好，技术呢也比较全面。哇，徐艺现在把比分反超了，9-8。我们看到刘国梁主席啊，身边坐着李隼主教练和李晓东指导。啊，这一次的模拟赛的前方呢，其实也来了很多的国家队的功勋老教练啊，作为一个观赛团，他们也会为我们整个国家队包括主力的备战来献计献策。相持当中，徐艺很主动啊，连续得分，现在是拿到了局点。8-10。漂亮啊，直接拱一个小长球，小钩子球。刘诗雯还落后一分，控制一下比赛节奏。这球反拉没有拉上，让刘诗雯追到了10-10。还是前三板主动上手，所以刘诗雯的接发还是不够的严谨啊，正所谓的一个慢搓，给了徐艺轻松上手的机会。
10-11，还是直接开长球，正手抢攻。关键分上，刘诗雯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老辣。第二局双方来到11-11。好球，好球反拉中路回头。12-11。发一个正手短，然后发球抢攻，这样刘诗雯13-11拿下了第二局。这局虽然中局阶段啊稍微这个有一点走神儿，8-10落后，但我们看到刘诗雯这种把握关键分的能力还是相当的强，而且关键分上很敢于出手，前三板也算得很细。这样，现在这场比赛当中，刘诗雯目前是2-0领先。昨天的第一场比赛，刘诗雯是3-0战胜了北京队的一位小将啊，来自北京队的一位小将郭雨涵。那么同样在这个组里的呢，还有来自山东的左手顾玉婷，以及同样来自广东的一位小将黄雨琦。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接发球不错，拧到刘诗雯的中路。接发球推中路，还是接开长球打相持。现在时刻12:30。哎呦，这球没有拉上。刘诗雯的场外是他的主管教练马林指导。
这边的是严森教练。今天这种相持球的连续啊，失误还是有一点多。石文紧锁的眉头啊，看上去对今天自己的发挥不是特别的满意。我其实小枣不需要太着急啊，状态肯定要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调整，还有时间。追到6-4，收，看看徐艺这边是不是得要暂停了啊？被追到了6-5了。这两天的比赛呢，刘国梁主席包括这个李隼主教练啊，都一直是在场边去观察运动员在场上的发挥。比赛其实是检验训练和运动员状态最好的方式。第三局目前小将徐艺6-5还领先一分。换到正手位来发，勾正手短，连吃两个，有点吃刘诗雯的这个勾手，勾到正手短的发球，这样刘诗雯现在追到了7-7。第三局现在打到了关键的比分段，8-8，还是继续发这个球。
他有连续的擦网，反手反拉直线，让刘诗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8-10，让3-0，刘诗雯战胜了小将徐艺，那么也收获了自己在小组赛当中的第二场胜利。好，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会儿。